古螺旋，来注意听我这里，六楼每个人看这里，注意我要讲一个啊，它是一个双股螺旋，好、哦，所以它像大饭店的手扶梯一样，有踏板，还有扶手。踏板你们刚刚是不是完成了？有密码在这边，好、哦，有配备准则，但是每个踏板有两个小踏板，就是配备第四类军，但是中间会有一个叫做轻键。拍桌棒轻键，在我们这个结构是白色的，但是在我们这个图哈、哦，你看下面 C 跟 G 之间 ，C 跟 G 之间哦是两个轻键，这是旧的哈、哦，这是不对的。看上面 A 跟 D 之间是两个轻键，所以 A 跟 D 之间请画两条条线 ，C 跟 G 之间请画三条线。好，开始。如果他已经完成了哈，你可以接下来开始剪，请拿剪刀剪四周围，好，注意看我这里四周围外框，我游标跟手指的外框，好，外框，然后这边两最上面最下面两个长条形，请剪一下，这边也剪一下，好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你的荧幕，注意这里剪这样就好了，这个很重要哦。这里剪开就好了，不要贴这里，好、哦，太过了，不要。好，这是最后的 final， 剪好了吗？剪好了，我教你们一个步骤，一个步骤走哦，哦，很重要的。因为如果你没有照着我的步骤，到时候会不会有立体形状？立体形状哦，来剪好没？然后你剪好了，开始对折。中间不是有一条线吗？请照这样对折。小朋友是不是手没力？没关系，请你拿刀背，切对不对？哦，切对不对？这样你的 DNA 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好，来，接下来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彩色的。有一个设定密码，黄影印的条纹，紫色的，有没有？现在我教你怎么去走喽，注意看画面，注意看画面，你在做你的动作，哎，注意看哈，来对着自己，对着自己哈，你会看到你的画面有一个实线，一个虚线，一个不实，一个实线，一个虚线，一个实线，一个虚线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哈，那你看到实线，一般我们在折纸里面，实线叫做折三线。折三线，三线就是这样叫做三，我看三，好，那看到虚线就是折凹线，凹线就是这样对着自己折凹线，这样叫凹线，有看到凹下去，但是你不用去管它折实线凹线，现在你只要管实线就好了，因为你现在看这边是实线，翻过来是凹线。好，那这边凹线翻过来是不是实线？好，所以我们再看看，只要翻过来翻过去折实线就好了，翻过来再翻过来，看到实线就给它往外折，看到实线就往外折，就折三线，看到实线就往外折。好，小朋友手力不够，请你用一样刀背切的嘞，切一切会很漂亮，折几下就切几下，好，一定要注意哦，你折错了，你的 DNA 就变种了，
哦，就乱啦，就奇奇怪怪啦，啊、哦，一定要照这个走。一定要折实线，然后一定确定翻过来翻过去，每个实线都折完了。来，这是最后的形状，扁扁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哦哦，这样，哦，像弹簧一样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赶快，现在每个人做一个动作，开始。非常重要，每个人请看画面，一定要看哦。你要确认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你的 DNA 可以从平面变成立体的，在这边做确认。请你最上面就是两个长条形对齐，左边拿着，下面也拿着，然后扭一下，呀，然后立体。如果没有立体或是扭不起来，就是代表你的折有问题。好、哦，那这样就是立体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动作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无梯形的黑黑的黑点的？请你剪一段双面胶。好、哦，所以你要剪五段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粘在上面，五个都剪。好、哦，这边都你要贴双面胶。那完了以后，照刚刚这样的模式，立体模式，然后把这个梯形往外折，把它贴在对面的里面，有没有看到？贴在对面的里面，要把它撕开，好、哦，然后把它粘起来，哦，粘起来，粘起来，啊、哦，每一组都粘起来哦哈。你可以先折再贴也可以的。来，这里穿过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来打一个结。那请你搞回去以后，可以吊在你的书桌或是门窗那边当风铃用。那以后你的小朋友，哦，你已经找到你另外一个伴侣，哦，然后生出小孩，就把这个挂上去，挂在你小朋友的床前，说：“孩子，哦，孩子，哦，我把我的身体做的第一个 DNA 送给你，哦，你挂上去，然后其他一个，好、哦，这就是传承，好、哦，这就是传承。”好、哦，生命就是一个传承啊、哦，所以请你这个，从你现在可能是小朋友、小小朋友，请你留到长大以后，你有生小朋友，再把你的做的生平做的 DNA 给他，没有错，哦，他就是你的 DNA 的传承，哦，他就是你 DNA 的传承，所以你是不是像你爸爸，你像你妈妈，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父母那边承传 DNA 的密码过来的。所以你做完这个以后，你也要把你这个生平做的第一个十对的 DNA， 哦，要送给你的小孩，就是 DNA。好，那今天这两个活动，第一个活动，哦，第一个活动是我高师大国师班的老师，哦，叫廖丽珍老师，他所指导的活动。好、哦，那第二个活动是我跟另外一个高师大附小的老师，叫林怡君老师。所做的专利，好、哦，因为这个都是我跟人家合作的作品，所以一定要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啊、哦，是尊重智慧财产权啊，一定要讲啊。所以今天各位
有做了两个 DNA 啊、哦，一个是植物的 DNA， 我们把它抽出来。第二个是你自己创作的 DNA， 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定码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把 A、T、C、G 生命密码四个码，把它给定下去。你定了什么，就会产生怎么样的生命？啊、哦，不同的密码，甚至顺序不一样。就会产生不同的生命，只要它适应了地球的环境，地球的环境。然后我们适应了以后，我们接下来另外一个动作就是繁殖，就是我刚刚在荧幕上所写的、所呈现的，爸爸开始把一半的生命蓝图，经过很惊险的冒险旅途，到你妈妈的卵子那边，它有一半的 DNA， 然后做结合。那这个完整的蓝图就是你，就是你的生命密码蓝图。听到没有，小朋友一边在收东西的同时，听一下朱老师讲话。好，那个很厉害的这个小朋友，你们都完成你们的作品，而且成功率100%。我们刚刚两个小时前才在说，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达到成功率100%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有没有做到？怎么可以这么巧？有，看到很多人的笔记都做出来了。每一张都是自己设计的，因为每慢慢做没有关系。附加螺旋的收紧，稍微来，不要跟人家卖钱。有心，可不可以给我30秒就好了？95%。好，赶快先说。好，来，三十秒要做什么？老师是不是很辛苦？那我们是不是要谢谢老师？阿怎么谢谢老师？有哦，刚刚小朋友给我这个呢，害我好感动。他好爱我，哎呦，他太爱我。朱老师主持100多场假日科学广场，还没有收过这种礼物。心酸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拍一个感谢状，给我们王海浪老师，大家接他的手，干什么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高兴跟大家有个丰富的生命之旅。好，谢谢。